些这个伪装的这个摄像头，然后把它放在了这个洗手间的一角，只是用来看他们怎么做卫生啊。看到的这个记录的这个素材越多之后，你就越绝望，你就发现说这是一个全行业共通的问题。 即使是这样好的酒店，公认的这个最专业的酒店，管理最完善的酒店尚且如此，你出差的时候住的是不是有可能会更差呢？